最近刚成为赖太的阿娇与老公赖宏国从美国回到香港，在机场两人被问到去什么地方度蜜月，阿娇说都去了很多地方，美国之后在日本之后再到台湾。问到是不是台湾见家长，阿娇笑了笑并没有回答。再问在台湾找了地方一起住吗，阿娇还是微笑代替回答。被问会在台湾办婚礼吗，阿娇说在台湾搞派对，而婚礼就会留在香港办。结婚后会减少工作和亲热戏，阿娇说暂时没有减少。他会不会不让你性感，从来都没有性感，不让你拍亲热戏，没说不让。问赖宏国会不会不让阿娇拍亲热戏，他说是工作。爸爸有催阿娇生宝宝吗，有问但一步步来。爸爸给阿娇打几分，他很喜欢她，也是满分。当她是亲女儿，对，他们一见面就很喜欢她，她也常来台湾看我的家人，他们也很开心，爸爸也很感动。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，什么时候生宝宝，阿娇说一步步来。有没有谈过生多少个，没有，没有谈过，生孩子都是缘分。